飞蛾扑什么？你别着急，爸给你点提示。说平时我们拿个炉子，放上炭，哎，爸要干什么？烤串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飞蛾扑串。扑什么串啊？那还轮得到飞蛾扑串啊？烤串用什么烤？用炭呀。有人烦了死人，爷拿救命。哎呦妈！炭点着了，突突的，冒的是什么？冒的烟呀。这是什么？打火机。哎，对对对，飞蛾扑什么？飞蛾扑街。